揾咗發展商銷售阿趙生同我哋介紹下。趙生你好，阿生你好。之前我哋一路過呢個樓盤啦，都宣傳過嘅。而家咧聽講呢個六一八有活動推出嚟喎，係啊，而家仲係咪而家剩翻比較少，即係成個樓盤咧係比較少嘅。而家啲樓場係冇錯。咁依家同大家簡單介紹一下依家嗰一個係我哋項目嘅情況先啦。好啊好啊。咁依家我所處嘅位置係一個售樓部嘅，未來嘅話會打造一個中英文商業幼兒園啦，係3000方嘅。因為我哋依家整個樓盤嘅話係剩餘嘅貨量嘅話係不足整個樓盤1/10嘅貨量。即係而家剩翻比較少啦。係啦，冇錯冇錯，都係基本上都係一個尾盤狀態㗎啦。即係清盤階段。係清盤狀態，冇錯。咁樣依家售樓部嘅話就係賣曬啲貨之後咧，會改咗成為一個係幼兒園嘅。即係。然後。呢度是係一個比較大型嘅幼兒園嚟，冇錯冇錯，中英文嘅，中英文嘅，冇錯，咁幾好喎。然後我哋整個小區嚟講嘅話，佔地係一個4.5萬方啦，然後嘅話係大概係67畝地嘅。咁整個小區嘅話，佢係由7棟住宅嚟組成嘅，7棟嘅話可以理解為嗱1棟、2棟、3棟、4棟、5棟、6棟、7棟。7大棟、11小棟嘅，因為有啲一單元同埋2單元之分嘅嘛。咁樣除咗3棟同4棟為係18層以外嘅咧，其他全部都係32層高噶啦。32層高，其他係比較高少少嘅。咁樣你可以見到嘅呢啲雖然係有流動，不過咧係冇咗模型嘅。呢啲設咗模型嘅地方咧，全部都係已經賣曬咗。賣曬啦，已經全部賣曬噶啦。包括我哋嘅7棟都好啦，都係已經賣曬嘅呢度。全部都冇啦。係啦，冇錯，呢度已經全部冇咗貨噶啦。7棟嘅話，點解我哋唔撤走呢個模型呢？係因為我哋板房嘅話仲有7棟，所以仲保留咗嘅。因為見到樓頂上面嘅話，會已經顯示到壽慶兩個字嘅。咁而家剩餘嘅貨量嘅話，主要集中喺2棟啦。2棟嘅話，佢係有一個細四房，108方細四房，同埋119方大四房嘅。咁樣係其餘嘅貨量嘅話。集中在5棟呢邊，5棟咧就係有1、2單元區分嘅，咁樣係5棟1單元咧係一個2梯4戶嘅設計，2梯4戶，咁樣呢個係5棟2單元嘅話就係2梯5戶噶啦，2梯5戶，冇錯，咁樣係呢個依家所剩餘嘅貨量嘅話集中喺2棟樓王單位啦，同埋一個5號樓呢邊嘅，2棟樓王嚟嘅，冇錯，樓王單位，咁樣5棟呢邊仲有咩貨量呢？就係一個係94方嘅一個3房2廳2位。以及一個110方嘅一個係細四房嘅，冇錯，方嘅細四房，好難得喎，81個方，佢呢個嘅話係喺市面上都係絕無僅有嘅呢個户型，因為係佢喺市面上面要做到4房嘅話，都要做到115方以上，115方以上，然後我哋110方嘅話就可以做到一個係4房2廳2位啦，所以嘅話喺市面上嘅話真係買一套少一套噶啦，咁樣其餘嘅一個貨量嘅話都會有一個係96方嘅一個係96.52啦。然後一個是大三房的，它这个户型布局的話基本上都是朝南，朝南沒錯，坐北向南，在南方来讲的話它的是通風和采光效果都非常好的。那它樓層呢？樓層的話现在是講下4房細三房的樓層的話就相對来讲就比較少一點，相對来讲比較少一點。然後呢是大三房的一個96.652方呢，個貨量都比較充足一點的，可以選的樓層都比較多。即係咧，佢二棟咧，二棟嘅話，佢剩翻啲樓層都係比較零散少少啦。零散嘅。咁如果係想買二棟樓王單位嘅一個客户嘅話，就係要盡快做選擇啦。咁樣，但係整個二棟嘅話，可能剩餘嘅貨量嘅話，大概都係十户啦，應該十零户，冇錯。直情前面二棟咧係樓王，係因為佢中間第二個睇泳池嘅。係冇錯。佢呢個第一個位置咧，你剛才講過嘅位置優勢咯，佢喺。即係喺整個樓盤嚟講，係屬於一個眾星捧月嘅一個情況噶嘛，所以嘅話佢係一個視野效果非常之好咯，兼且通風採光啊都非常之適合噶啦，非常之好噶啦。因為見到119方嘅一個大四房咧，可以做到一個係正南正北個南北對流嘅，南北對流都係有兩個陽台噶啦。因為見到主陽台嘅話係喺一個南向主陽台，然後係直望泳池嘅，係嘛？呢個直望泳池嘅話，動日都動是吧？咁樣係後期嘅話，就係一個視野會非常之好咯。幾好，直接望泳池喎。咁佢樓層剩翻比較少啦。樓層十個，反正係一共10套樓。係。咁而家剩翻幾樓？大四房同埋小四房咧都係有貨，不過咧小四房就比較多少少，大四房咧就係整個流動嘅話，可能剩翻2戶嘅啫。兩戶。大概2戶咁上下。咁樣佢一個係視效果都非常之好，之餘咧佢仲可以做一個南北對流喎，係正南正北嘅，所以即係夏天嚟講嘅話，佢就係、是。即係瞓喺客廳度或者係喺客廳度坐下飲下茶，即係開兩邊嘅一個陽台門啊，同埋一個係窗户嘅一個係打開佢啊，咁就
可以感受到一個對流的風速非常之大嘅，所以後期都唔使開空調就可以。反正買睇園林咧就矮層啦，隔離係咪個鼎湖山啊？鼎湖山嘅話，距離我哋項目大概係三公里左右就可以到一個，沿住一個文樂大道往落行大概三公里啦，就去到一個鼎湖山嘅出入口啦。咁鼎湖山嘅話，佢係亦都係被稱為一個係天然氧吧啦，天然氧吧係由我哋一個中南山院士。被稱為一個係森林綠肺嘅，亦都係一個不回歸線嘅綠寶石嘅啦。咁入邊嘅空氣負離子含量都非常之高嘅，即係可以達到一個十萬個立方厘米，對人體嘅呼吸道健康非常之有幫助。咁我哋要睇下先得，冇錯。咁樣我哋樓盤嘅話，亦都係位於整個鼎湖山嘅山腳咯，所以呢空氣質量非常之好嘅。即係相當之適合養老、度假、居住，冇錯。居住，甚至咧，我哋啱先喺個咩麗新廣場仔後面。這個是麗港商業圈，麗港商業圈的話，它是在我們小區北門的話，可以直通一個對面一個中環美食街，然後馬路的話就是一個麗港商業圈。麗港商業圈的話是一個四萬方的商業組合體，裡面的話是超市啊，還有一個是三元茶樓啊，那些影院啊，即是在樓盤後面，是啊，就是一路之隔，到時候衣食住行啊，玩樂都在那邊解決得到，就剛才我們在飲到茶那裡對面。我飲早茶嗰度就係麗港商業圈嗰度，冇錯冇錯，叫子約啊嘛，子約居啊嘛，咁樣超市都已經有噶啦。如果平時係去一個係超市啊，或者去啲街市買菜啊，都非常之方便嘅。周圍嘅話，五百米嘅話，睇翻我哋區位圖咯。好啊好啊，簡單易講。簡單講下係啊。咁樣依家我哋所處嘅位置，先同大家定下位先咯。依家我所處嘅位置喺呢度嘅，我哋係位於一個寶丁路同埋文樂大道交界處紅色板塊，就依家所處嘅位置啦。咁樣係方位嘅話，呢邊係上北、下南、左西、右東。剛才講翻係商業配套啦，咁樣對面一條馬路之隔嘅就係一個麗港商業圈啦。佢嘅話就係到時候衣食住行啊、喺玩樂都可以解決到嘅喺呢度。然後平常日常街市去買菜嘅話，沿住呢條文樂大道往上行大概五百米啦，就去到一個到鼎湖嘅步行街嘅啦。咁入邊嘅樂怡菜市場啊、好佳園超市啊。同埋我哋鼎湖水坑嘅一個東大街、南大街嘅商業街啊，全部都喺嗰度嘅，所以即係日常去買菜啊，或者去買啲日用品啊，都非常之方便嘅。咁步行過去都係五分鐘左右咯，好方便。冇錯。咁唐山呢邊係仲有咩配套想了解咁樣咧？配套差唔多啦，反正之前行過啦，咁係咪六一八有活動咧？你哋係啊，六一八嘅話，佢依家都係一個比較大型嘅一個購房節日啊嘛。是不是有些特價推出來啊？有沒有什麼信息啊？這樣是大家移步這邊咯。好啊好啊。現在等於尾貨階段、清貨階段了。跟著呢，這個特價表。不坐下。六一八啊，好啊好啊。我坐下啊，坐下。坐下啦。即是呢，現在有這個六一八的一個活動，是不是啊？是啊，沒錯。咁依家係我哋一個係呢邊係我哋經理所選出嚟嘅一個六一八特價嘅一個會員啦，冇錯，全部係依家展示喺度噶啦。咁剛才講到一個係正南朝向嘅一個係房咧，就係一個九十四方嘅一個係坐北向南嘅户型，都可以做到一個三房兩廳兩衛嘅。呢個南向九十四平方。冇錯，94.51。呢個都係佢正南朝向嘅話，南方嚟講都係比較即係三房兩廳兩衛嘅。係三房兩廳兩衛。即係91/94平方嘅。跟住咧，佢呢個咧就一口價，即係冇平啊，已經係啊，都係比較低少少噶啦，73-74萬四樓，即係矮層嘅。呢個都係低層嘅。有冇高啲噶？高啲嘅話，可能去到廿樓以上嘅。廿樓以上南向嘅。冇錯冇錯。你反而廿樓以上好 OK 喎呢個。呢個價錢會貴啲係咪啊？相對比較貴少少咯，因為佢低層嘅話，可能比較多人會選擇高層多啲啊嘛，所以嘅話價錢嘅話都係高少少就會偏貴啲嘅。咁佢呢個咧，好似十八樓呢個啊。呢個十八樓嘅話就係比較好嘅樓層咯。依家佢係一個朝向嘅話，不過就有所唔同嘅。呢個係101.72方嘅咧，都係一個係三房兩廳兩衛。然後咧，佢朝向係一個東北朝向嘅。東北朝向。佢個其實呢兩個格局係一樣嘅。格局基本一樣。一樣。就係一個封閉式陽台嘅啫。佢一個視野嘅話都係有所唔同嘅。佢呢個101.72方嘅咧係一個東北朝向咧，佢就係可以見到一個係對面。一個中環美食街啦，兼且係一條馬路之隔嗰個係麗港商業圈啦，即係望遠景、望街景嘅。望遠景、望街景都可以。十八樓啲光景啊。光景嘅話就係相對嚟講要稍微高少少嘅樓層。高少少。有冇高啲㗎？高少少嘅樓層嘅話，呢個户型都係有嘅。有係咪啊？即係你想望街景咧，我哋就可以揀一個呢個即係呢種101嘅。
呢、這個101.72方，冇錯。即係你想望街景，呢、這個咧就係望嗰望呢個南向。南向。佢前方嘅話就係高樓層少少嘅話就係、是視野效果會好多啦，因為前方完全冇遮擋嘅。呢、這個咧就唔係望內園嘅，反正呢、這個、你個望街景就買呢種。望街景嘅話就係比較繁華少少咯，係、嘛？然後佢所望到嘅景色嘅話都係比較好啲嘅。因為是佢隔離嘅話就係有個有條路啊嘛，所以路通嘅財通，都係車水馬龍比較熱鬧。即係108平方呢個咧就誒呢個係108平方四樓呢個二棟嘅。係冇錯。即係樓王中間嗰棟。樓王一個東南位嘅一個係户型咯。即係喺呢位喺邊位置啊？位置嘅話大概就喺呢邊。大家可唔可以見到呢、個係一個係二棟嘅樓王單位，係東南向嘅。嗱，少少喎，喺呢個位置咯，佢個都係做一個係南北對流嘅，就通風效果非常之好咯。如果呢啲特價單位都入唔到大家法眼嘅話，我哋呢邊仲有一個係大細房，係一個119方嘅，喺呢個位置咯，119方四房兩廳兩位。呢、這個最靚喎，睇泳池喎，係非常之好嘅。佢主陽台嘅話喺呢邊喺南向正南朝向。它是一個正南正北的一個是户型，所以的話它後期通通采光肯定是非常之好的了。因為它正南向的一個陽台正正可以望到一個是游泳池，是吧？然後也是一個老王單位當中，就是眾星捧月的形式了。後期的話，不過這裡就是所剩餘的貨量，整個小區來說剩下兩套而已，所以如果是大家有興趣的話就要快手一點了。哇，即是現在是清貨階段，是沒錯，一百活動，跟著呢現在就是剩下推一批出嚟，但係價錢都好平。我哋嗱，18樓7.14萬，咩概念啊？睇街景，朝東向、東北向，咁原呢個都有高層少少，一間嘅五棟高層少少都有。但係而家基本上貨尾啦，係啊，因為佢依家係賣到整個樓盤嘅話都是，都係剩翻五棟比較多貨源嘅啫。然後嘅話，依家都係因為618都係比較大型一個購房節日，然後咧就係、都是減壓促銷的，所以優惠力度都相對嚟講比較大少少啦。618特價，咁咧就係咪仲有咩家私贈送啊、家電贈送啊，好似呢啲咁家電啊？冇錯，依家我哋係成交嘅話係有一個家電禮包贈送嘅。家電禮包，成交咗先有。呢個係冇錯。即係咧有特價家電禮包，咁我哋因為而家我哋啲香港澳門朋友咧嚟唔到，又未開關的情況下，有冇咩支持啊，或者空中轉訂啊，或者之類的？呢、這個可以嘅，咪就係空中轉訂咯，都係一個係20,000蚊訂金先啊，先鎖房同埋一個係屋呢個房間嘅一個係折扣啊，全部都係鎖定咗㗎啦。咁就後面嘅話就係一個星期之內就可以進行一個係交手期，就係、是、冇錯，後期就通關之後咧，咁就咪過嚟辦手續、辦理手續、辦按揭或者網簽，冇錯。咁一般咧，肇慶呢邊龍崗山嗰盤都係咁，龍崗九龍灣啊、九魚灣，我哋都好多香港人買咗噶。九龍山呢度都有，就係先交20,000訂金 ，hold 住呢啲價層啲價錢樓層，甚至優惠，即係訂落嚟，呢個訂金嚟嘅。咁咧就一個禮拜咧就轉帳俾發展商，轉俾你哋。發展商跟住咧就交個首期，通關再過嚟辦手續。係冇錯，就係咁。咁而家6月11日咁差唔多啦，月中有機會月中或者咧7月7日全面開關嘅7月7日，咁到時候咧，如果真係對呢個盤有興趣咧，就要快手啦，即係而家清貨階段。呢、這個星期之內嘅話，就係要盡快處理啦。就係、是如果有興趣嘅話，咪先交20,000訂金，先將呢個樓層啊、户型啊，同埋一個係所對應嘅折扣啊、所贈送嘅禮包啊，先定落嚟先。後期嘅話再進行一個係轉手期過嚟啊，然後通關之後過嚟進行一個係按揭手續同埋一個係網簽手續嘅。因為我覺得呢個幾好嘅，唔係講笑。我哋啱啱喺嗰個叫麗港咩紫藥茶居飲早茶，行路過嚟，我揸車啊，但行路過嚟。應該5分鐘唔使過條馬路，3分鐘，跟住有幼稚園，跟住咧佢後面一個5A級嘅鼎湖山，即係有個公園，前面有個公園，天然綠肺，係啊，門口咧公交車站，即係我哋已經拍咗噶啦，即係呢邊咧就可以真正做到呢個我哋翻嚟內地呢邊大灣區咧就度假，叫養老啦，退休式嗰種生活啦，好方便。
係咯，咁我總結一下咯，咁係因為喺舊年七月十號咧就正式開通咗一條高鐵，叫做港兆高鐵噶嘛。然後佢係走十分鐘可以直達一個香港西九龍之餘咧，係大大咁樣縮短咗肇慶同埋一個係香港之間兩地嘅距離嘅。咁就引進咗好多啲港資嗰邊嘅一個投資者過嚟肇慶呢邊翻嚟一個養老啊，或者係一個投資嘅形式咯。所以依家無論係剛才所講嘅一個係九月城啊。九龍灣啊，同埋我哋九龍山啊，都有吸引咗好多係港資嗰啲翻嚟我哋大陸生活嗰啲人翻嚟呢邊去定居嘅。所以然後我哋九龍山嚟講嘅話，佢喺依家目前即係無論係一個係交通配套啊、商業啊、醫療同埋教育配套、休閒配套都係全部一應俱全嘅。然後即係居住環境嘅話，又係生活喺一個五 A 級風景區鼎湖山腳啦，然後佢入邊嘅空氣負離子含量都係非常之高嘅，對人體一個健康呼吸道上面嘅健康啊，係帶嚟一個非常之好嘅一個幫助咯。所以我睇成日睇，我每次過去肇慶咧，佢有一個廣告叫咩啊？世界長壽之鄉咩鼎湖山係咪有真係有呢回事啊？係啊，呢個係由國家去評定為我哋一個鼎湖區為一個國家一個係長壽之鄉嘅。哦，即係咧，你住喺頭咧呢一片區嘅人咧。呢、这個係世界長壽之鄉咩概念呢？就第一個咧，你住得真係舒服啦。第二個咧，就係我哋平時啲大城市入邊空氣質素差嘅，又係太冷氣嘅。喺呢邊咧，又真正做到呢種叫咩高負離子？負離子洗肺啊！洗肺，冇錯。即係我哋平時你知道呢次肺炎之後咧，好多人驚呢方面嘅嘢嘛。係啊。咁你基本上你住一個月，住佢幾年咧，成個人氣息都唔同曬，應該。冇錯，就係。點解會評定為一個係長壽之鄉呢？因為我哋依家鼎湖呢個區域咧係一個生活環境啊，同埋空氣質量啊係非常之好嘅。依家隨住一家係我哋國家越嚟越發展啦，就係越嚟越好啦。咁就係佢依家不斷咁將啲鄉鎮啊改造為一個石屎森林嘅。然後咧，依家真係對一個原生態嘅保護咧非常之重要嘅。而我哋係鼎湖山嘅話，就係、是、反正我哋係生活喺鼎湖山山腳啦，然後同平時如果係週末啊，係有時間都可以帶上自己啲仔啊，或者係一個孫仔啊，咁樣去到對面嘅一個體育公園啊，或者係碧蓮湖公園去散下步咁樣嘅，或者真係有啲行心嘅話，都可以去到一個鼎湖山爬下山，因為佢啲係山水嚟講，我係直接飲用嘅，可以直接飲用嘅山水。佢可以即係你係喺高處望落去嘅話，全部係清澈見底嘅嗰啲河、嗰啲山水，即係有山有水，重點咧五 A 級國家五 A 級負離子洗肺，跟住咧仲有可以上下山飲下山水咁，平時可以飲完早茶行上山咯，去公園行下或者上山頂係啊，跟住咧就我應該好多人打水嘅話。嗰邊係好多人係用啲桶裝水，即係因為平時大家去飲用水嘅話，都係如果罐裝水啊，都係純正水啊，同埋一個係蒸餾水嗰啲咁樣噶。平時我哋依家係鼎湖呢邊嘅一個原住民啊，好中意用啲罐裝去進行一個裝啲山水翻嚟飲用嘅，直接飲用。咁幾好喎、啊！如果住呢度咧，上山裝水翻嚟煮飯，平時咧就幾好。真正的山泉水，冇錯，因為鼎湖山泉嚟講嘅話，喺本地乃至外地都係非常之出名的。出名嘅，冇錯，咁幾好。咁今日咧就非常多謝趙生啦。咁如果對呢個龍崗九龍山有興趣的朋友咧，就快啲博取啦。因為點解咧？貨而家剩翻咧就清貨階段，但係咧雖然係貨尾，但係咧好似呢啲咁嘅十八樓或者廿零樓都有揀嘅。咁包括呢啲咁嘅南向廿幾樓都有揀嘅。所以而家價格嚟講係一個非常優勢嘅，真係。冇錯。仲有個幾時交樓呢？交樓嘅話，佢我哋依家都係一個準現樓嘅情況啦。佢五棟嘅話，唔知道大家剛才有冇影到相啊？然後我五棟嘅話係整個樓盤嚟講，全部都封曬頂嘅啦。五棟大概喺明年嘅九月份之前就會交到樓。明年九月份。係一個準現樓嘅情況。即今年都去到六七月份啦，你搞埋過關呢啲又年底啦。加上我哋係一個精裝交付嘅，精裝咗交樓，然後到時候交樓之後咧，係一個已經係裝好收嘅户型嘅啦，買上家私家電、電器啊嗰啲咁全部包入去嘅話，基本上就已經可以入住嘅情況。幾好，呢個幾好，真係咧就而家清盤啦，即係賣得算快喎，又未做一年，差唔多一年交樓咧已經賣曬啦，所以呢個盤咧係比較熱銷嘅。係啊，係啊，一個唔錯，真係可以適合我哋退休過嚟大灣區退休生活啊、養老甚至度假。跟住咧，投資嘅話價值高唔高呢？投資嘅話，呢度都係投資回報率都非常之高嘅。啊，回報率啊，因為佢呢個地區位啊，佢依家係位於整個鼎湖嚟講係最繁華嘅一個位置嘅。對，最繁華。租金嚟講嘅話，亦都係鼎湖最高，全鼎湖最高嘅。咁幾好喎、啊！
即係我可以感受到咧，周邊都好多新嘅樓盤，環境相當之舒服。嗯，冇錯。配套比較完善啦，即係而家目前嚟講，叫真正要做到黃中帶靜。嗯，係啦。冇錯。好啦，咁非常感謝趙先生。咁咧，到時如果真係中意呢個九龍山嘅朋友咧，記得聯繫唐生我或者聯繫我哋中軒地產啦。今集我講到呢度，咁我哋咧就去講到呢個鼎湖山咁靚咧，我哋事不宜遲咧，就帶大家去睇下啦。好，下集再見，拜拜。好，拜拜。